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贴盘女神 Doris。 今天我就带大家看看雀月亭一家好色彩缤纷的独家盘，我们即刻去看看。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雀月亭的两房单位，不知道最喜欢哪个职呢？这一个单位就是蝴蝶职来的，两边房户主没间到房，大家可以运用自己的心头好，间又得，不间又得。另外呢，主人房方面呢，户主就用了红色这个设计，也挺特别的。望下个景观，哇，方向一流，向东南望到海景的。不得不提的呢，就是个厨房，户主呢都全装修的。现在放卖有全装修的厨房或者洗手间呢，都只不过是两三个盘，而这个呢就已经包含在内的了。看到设备都很齐全，加装了两个星盘。东南着再跟大家提提啦，雪柜洗衣机是摆放一个粒位，已经有齐晒电制位和水喉位的了。再来洗手间，又是另一个比较花钱装修的地方了。安装了浴室宝，基本上入来住就可以了，全部都不需要再说再整过，挺干净。这个新鸿基大约有1600多伙的楼盘，大型屋苑隔离其实就是一个银座式商场 Plaza 88，走去荃湾西屯马线站呢都只不过是15分钟之内的事，途经天桥商场走过去的。话明是独家盘，那当然是美联物业才会有锁匙的啦，有兴趣一定要找回我贴盘女神 Doris 带你看楼啦，多谢大家。